战胜疫情，小大荒谬运动会。每一关都是按照 COVID-19 抗疫过后会有的一些优势来考验大家。鼻孔射击器，你们今天输赢的话，赢家把对方的通告费通通带回去。比利，演艺圈就是这一个事情了，最后一次机会。今晚10点，福尔问创快筛小明星大跟班。